小象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头小象。当我出生第三天的时候，就开始走路了。我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植物，我也喜欢吃水果和树皮，但是我不吃肉。让我展示给你看我怎么吃东西。我用长长的鼻子把食物卷起来，我也用鼻子来呼吸和闻气味。我用鼻子往身上喷水，我可以用鼻子洗澡，哗！我用鼻子往身上撒泥土，看起来很有趣，不是吗？我也喜欢洗另一种澡，我喜欢洗泥澡，在泥里打滚真有意思，哇！哦，今天好热呀！我可以扇动我的大耳朵来给身体降温。啊，我也扇耳朵来赶走苍蝇。嗖，我可以用耳朵和鼻子做很多事情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做不了，我不能跳。大象是唯一不能跳的哺乳动物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走得比人类快。你们看见我爸爸了吗？他有一样东西我没有，看他的象牙。我希望能像爸爸一样有大象牙，我觉得象牙看起来超级棒。爸爸说有一天我也会有象牙，但是我得等，等我长大以后，我就会看起来像爸爸一样。Little Fox.